北京和上海，我们去到这个城市就觉得我们要工作了，我们要开始发光发热了。但是一提到家乡的时候，这个又结婚了，那个又生孩子了，那个又二胎了，父母又开始催我们了。对，所以这次我们也来到了成都，好好的来感受了一下成都人民分享爱情观的这个气氛和这个气息到底应该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之前参考嘛，都是拿看剧参考，但剧都有一定的就是修饰性，所以其实我的情感经历很多都是来于剧本，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感觉没有那么丰富。这种节目就感觉是它是更加真实，会有一些平时我们忽略掉一些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反应和真实的情感。所以你是要看人家谈恋爱的，还是自己要来谈恋爱的？哦，哎，有想，但是不着急，不着急。是不着急还是不敢？不敢不着急。不敢着急，不敢不着急，着急不敢不着急。